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南投世界第一普通配的内容多元，这次马金金大学相关创新研发来开设着地业生活应用馆，借着林台湾特色地地美文创区的展示等等，来结合咱的日常生活，呈现出第三业的多元应用甲发展。希望讲随着时代环境的进步，和第三业会当用上来发展落去。就着南投世界地业博览会，和大家来啉着好茶以外，卖使看到第三业创新的研发。这边的地业生活应用馆引进着大海资源。那讲有学生带来着家己厝内所生产的茶米做分享，增加着甲民众的互动，提升产业行销能力，才使看到第三业的多元应用。连续已经参加三年了，那给学生制造了很多对跟外面消费者的一个接触。然后去更进一步去了解各茶产业的各层面的一些怎样的一个进展，所以说学生回去我们都会做讨论，就帮助学生更进一步的赶快去跟我们以后他们毕业以后去跟怎么社会产业去做连结。依照台北文化创意区第四个乡镇这主题，邀请到乡亲来感受地业生活应用馆的丰富内容。地业大学嘛，展示着优教新中心。甲中华微型创业发展协会所合作开发的茶米保养品加产品，包括说茶叶的研磨、研磨成粉，包括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什么一个玫瑰红茶研研的一个制作，你会发现茶叶可以运用到生活很多的料理上面的运用，包括今天那个大爱大学，它这边有一个叫做顺堂的部分，它是做酒的。第三个，甲中华文化关系密切。做学校为日常生活来做一条出发，伊个接近着生活方式，利用地米的特性，研发着正多元的产品，方便将来做着无同款的体验。甲传统甲创新来做结合，希望讲让第三业会使更加延续发展。若是想要了解第三业多元的发展，一个应用，民众千万唔通来错过，来一撮南投世界地业博览会。都好，大家慢慢收获。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